纪实二变，没有台本的变身纪录片。大家好，我是队长悠悠。大家好，我是副队长 Emma。 为什么找我们主持这个节目呢？因为悠悠现在就说白了长得也不难看，但是我曾经呢特别特别的胖，曾经有110公斤。110公斤？那现在呢？现在呢80公斤。因为我那个时候吧想改变自己，挑战自己，相信自己有了今天，所以呢我做到了，你们也能做到。七十二变的主人公都是对现在的自己没有自信想改变的人，节目组将帮助他们完成美的转变。每次主人公都会得到一个特定的任务，如果他们能够完成任务，将得到变身的权利。大家好，我叫张舒雅，一个集贫穷与肥胖于一身的女子。我一直觉得自己身材条件差，所以对于买衣服打扮之类的事情毫无兴趣。但其实我真的很想改变自己，报名已经花费了我很大的勇气了。对于这个冲动的决定，我还是有些许的不安。大专毕业的我，为了找工作，来到离家比较近的西安，租的房子位于城中村，环境是差了些，但租金便宜。没有电梯啊？没有，刚爬上去。对呀，而且黑呀。房间里照不进光亮，就算是白天也必须得开着灯。就这么大，特别挤。这样子，洗澡，热水器。哦。就这么大，就这么大。找到正式工作前，我一直在做不用接触别人的网络兼职。你为什么报名？我看你报名还挺快的。哦，对，我刚看到那个推出来，然后我就报名了。其实以前因为有这方面的想法，有点意识的减肥嘛什么的，像。改变嘛，想变好看嘛，因为我发现找工作方面吧，本来自己学历又不高，然后颜值又不行的话，很难找。所以我看你的衣服好像也都跟校服差不多，你不觉得是买的吗？对呀、啊，这个打底的，就这么点这种。男孩穿的。对，我感觉我都能穿。对，运个裤子。你自己买的吗？嗯，对，自己买的，穿着挺舒服的。晚上睡觉。这居家服啊，我出去也穿过呀。啊。我从小喜欢画画，但天赋也不高，大概因为性格原因，老是喜欢画些心灵毒鸡汤。完全没有谈过恋爱，也没有被告白过，也没有。给别人告白的，我在想我的青春到底在干嘛。反正哦，我以前因为我的朋友挺漂亮的嘛，我朋友班花，以前高中的时候，然后唯一一次有个男生跟我要电话号码，是因为给我发个信息说你知道班花的电话号码吗？好吧，就感觉好像别人谈个恋爱是青春偶像剧，我谈个恋爱恐怖片啊。不会了，太自卑了。不会，想改变，想改变。我以前也尝试过很多次减肥，但最后都以反弹而告终。这次节目组给我的任务是减肥，而我给自己定下2周瘦5公斤的目标。对我来说，这似乎是有些艰难呢。不能看，不能看，不能看。
这个减肥太难了，诱惑太多了。我这个瘦下来，那真的是奇迹啊！吃下最后的美食，我的减肥之路就开始了。这时我想听取一下减肥前辈悠悠桑的建议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我叫悠悠。啊，我知道。减肥，首先你都喝水，很勉强的都喝水。哦，每天喝多少呀？每天喝大的瓶就两个。大瓶，请问是这么大的瓶吗？在家里边能做什么锻炼？啊，不要做了。哎，你就喜欢散步的话，就多走一走。啊，好。这个随时都可以放弃的这个情况下，你一定要相信自己。我一定会成功的，我会坚持。啊，我会成功的。好，能不能改变自己，就看这两个星期了。我们接下来要叫今天的主人公，有请，过来。有请钟舒雅。哎呀，哎呀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我们在那个视频里哈。啊，对。对啊。但是这个照片还是蛮明显的，你看一下，这边都圆圆的，但是它现在就都很尖了。嗯。所以还是蛮明显的，相信你啊。有信心吗？哦，好，那么现在开始称一下你的体重。对，多谢，加油哈。哇，55.3公斤。那你瘦了多少啊？6公斤是吧？哇，好厉害哟、哦！你的口音很像台湾的。那你这个半个月的时间有没有运动？都有。哦，咋运动了呢？就每天走10几公里。每天走10几公里？真的假的？真的，17公里。哇，可以啊，每天走17公里。嗯。抱着必死之心，我每天拼了老命的走着，等走到膝盖发痛，一看手机上的里程，自己也吓了一跳。接下来我们要改造舒雅，好不好？大家3、2、1，加油！来，你配合一下，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，配合一下呀！哎呦，你等一下嘛！这个小子，这个，重一点，男性好穿搭。你要把头发全部。就脸大，这样。就可以给我转过来。1、2、3，噔噔噔噔！哇，谁要知道？哈舒雅，你想看吗？那你走到镜子前面去看一下。这谁呀、啊？可以走近一点也可以啊。刚下如何？心跳的好快。原来我还有很多很多种可能性，也可以变得漂亮，变得时尚。
其实最重要的，我觉得你真的找到了你自己，找到了自信。就是你的刚刚开始。嗯。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。还行吧。明天西安冷吗？还西安冷一点。你的那个什么梦想的工作是什么来着？就想开咖啡店。然后在这个咖啡店工作是吧？啊，对。什么专业的？生物不能炒咖啡吗？哎呦，真有那个，有那个范儿啊，有那个范儿哈。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怎么样？你觉得？还没放得开。放轻松。欢迎光临。我可以接着看一下吗？我的欢迎光临。欢迎光临。太猥琐了。你的餐厅还在吗？这个早就关了咋了？对啊，早就关了咋？你太会说了。周永轩是越来越会说了。哎，我爸妈怎么会出现在我实习的咖啡厅呢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欢迎光临。这就要从两个星期前说起了。节目组大费周章地跑到了我的老家去采访我爸妈，我还不知道他们都聊了些什么呢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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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不好意思打扰你们。最不喜欢就这一张。最不喜欢他自己看，自己用剪刀把头发剪成这样了。妈妈一直非常注重自己的外表，而我似乎完全没有遗传到这点。他的生活习惯吧，你说平时其他方面都挺乖，上学也挺乖的。就是太好吃了，特别贪吃啊、哦！从小就是这样，太贪吃了。有没有想到他会联系一个节目说他要变身？哎，确实没想到。反正我就是我昨天到现在还是懵的，我不相信。我觉得他不至于这么主动呀、啊哦，我们家逼迫都不愿意写，这次良心发现了。哎，你们这个什么？他两个星期的时间，你们见过他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有两个月的没见。我们有两个月没见过他。接下来就到了见证亲戚的环节了。很高兴吗？你说需要点什么？你们要喝点什么？我喝了，喝了。不喝啥？三杯开水。三杯开水是吗？哦。好的，你稍等。哦。那有什么推荐的？有什么推荐的吗？或者吃的东西？我们这穆尚大人，您这都没发现吗？真的不能再吃了，不能再吃了。现在来个开水。哦，来来点，来点水就可以，你不用。你们在这吃什么？我们俩一到美食街，啥都吃，啥都吃。这是金妈妈，金妈妈，金妈妈。所以他不敢想象，比原来的。因为打扰一下，下午茶的时间快到了，就您确定不点点吃的吗？有没有要点吃的？蛋糕什么的，就不吃了。真的没地方吃。可能就那个真的是吃饱了。你们卖的哪一个比较好？您需要哪一类？那是啊。看到服务员了吗？啊。你也没发现。抱抱，抱着热了。哇塞！我进来好几次了，没认出来，直接没认出来。对呀，我也就看上去，看来好几次，亲生的不？亲生的，我这么胖，你现在这么好看，不像亲生的。抱一下。辛苦辛苦。辛苦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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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没想到。很努力。确实不错。这样都花了。没事。说话太高明没认出来。你叫他我说。伴随着兴奋、不安和感动，我的变身之旅结束了。最大改变就是打从心底的自信了，就是变得更开朗了，变得更坚强。被挤成了沙丁鱼罐头，他的胸口被劣质生产摩擦的发红。我觉得我越来越都来往。我一下变高一点。没事，你多喝牛奶。哦，我不爱喝牛奶。啊？我不爱喝牛奶。所以你个儿。